关了，那就关了。我说爸，他听不见，是吧？关了。干啥？关，按一下子。你吃饱了吗？干啥？吃饱了吗？你出事儿？我问你吃没吃饱？那么菜啊，行，告诉你个小秘密，我们俩吃牛蛙去。真的。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俩不上桌？就是馋牛蛙馋了好久了，然后呢，就是觉得补充点高蛋白去，我俩。我们俩。嗯，什么叫馋什么？再见，走，洗洗手。嗯。我靠！我说你俩怎么不吃饭呢？我不想听你俩说话，赶紧走，我不想看你俩。年前吃过一顿，年后再就没吃过。我姐就是本来是这顿饭想给你赔礼道歉的，就因为那个什么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一看有那么丰盛的菜，觉得那个玩意不值。我还能吃，我还能吃，我送你。你要看店。我们不用不用。你得看店。不用。嘴巴擦擦了，走了。给你们看看今天中午的伙食啊，老丰盛了。这是牛肉汤，然后呢，这个是腊肠，然后这个是嘎啦肉，牛肉还剩这么些，他俩是配套的。这晚上的摊子不都出来了吗？先放着，一会儿再收拾。就是上次去吃过一锅米线，在俺们俩都没下过馆子，特别想去吃一顿牛蛙去解解馋。正好这不是今天店里有的摊子吗？我们俩中午饭就。我请客啊，别跟我抢啊。行啊，你再赔礼道歉，我替李哥接受了。本来不是说好我们要去珲春了吗？但是真的假期的时候，我们延边都来旅游的人是太多太多，上哪都堵车，然后上哪都排队，我们就没去上，一直就没吃。还有就是我们的孩子这两天那个客户看护没上，所以就接孩子有点怕来不及。对，咱俩怎么去呢？是打车呢，还是坐公交呢，还是骑咱俩的小电驴？这个时候就得体现出来，该省省，该花花，骑电驴。咋的了？给我定目标了，定任务了，不是白吃的，去给他买点夏天的袜子，还有裤子啥的。啊，行，内裤我听见了。该省省，该花花呀。这个点人肯定不多。过了午饭时间了，已经。我们俩选了个三人套餐。三人的，对，二到三人的啊，两碗饭那是，我觉得就是两个，他说是二到三人的，那你多小的胃口啊！我俩年前来他家吃过一回，再就没来吃，也是选的这个套餐，反正是有点多，但也能吃了，就馋这口你是吧？我姐可爱吃牛蛙了，为啥呀？这个麻辣的那个味儿我特别喜欢。就多亏它这个味儿香，因为我吃过好多种牛蛙哈，点外卖那种都没有他家这个那个味道浓，吃起来好吃。有的牛蛙做不好发腥。对对对，就这意思。所以我不是说爱吃牛蛙，我是愿意吃他家这个味儿，也是我表妹介绍我来吃的。来喽，牛蛙上桌了，然后还有个小菜，就是拍黄瓜，然后我们两个一人一碗大米饭。好像有点多。嗯的，我觉得有点多。姐，你看那桌子装饰，看腿都懒了的。其实它就顶上这一层，底下全是蔬菜，也不是很多。嗯，今天就是我们两个的放纵餐，好好放纵一下啊！屏幕前的朋友们，有没有馋的？来馋馋你们。有人不吃这玩意儿吗？我要的是爆辣的。3月2号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这是我的第一碗大米饭。3月1号那天是我老过生日，我们吃过一次，然后就是我就控制饮食嘛，都是吃一些玉米啊、地瓜呀、那种，不是说纯白米饭，对，杂粮饭什么的，就是纯大米饭第一顿。对对对，第一顿。都不会说了，他激动的。好香啊！尤其是我们延边的大米还很好吃，你知道吗？就焖饭那个味道都受不了，香的。汗水咱吃啊，只不过不吃这个大米饭。其实我们俩挺可怜的，就想吃牛蛙来找大成跟小李子，他俩都不是很爱吃，尤其是大成的不吃这玩意儿，所以想找人来陪我俩吃，没有，只能我俩来吃了。小李子他说我没带着，好像就感觉生气了。嗯，他其实那我们他也不好这口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有时候说出去吃饭想吃这个，他俩都不会选这儿。我们俩都是迁就他。这个肉特别嫩。
结束战斗。这是我吃的，阳光明媚的。吃饱喝足逛街去，给小李子买东西。走，再去你喝杯奶茶去，老好喝。不是，这个等的太不容易了，朋友们。之前我们俩去长沙喝过那个茶颜悦色，就是这种云顶，特别好。小麦，接下来这环节你就逛去，在这头呢。不是，他不让你买袜子吗？这边赶紧的，嗯。你知道吗？给他买袜子事儿可多了。他说要买哈，就买一双一模一样的，然后比如说十双五双。他说你给我买一个这个，买个这个，这个漏了的话他俩不能配套，要漏能配套。这很正常啊，对劲儿啊。是吗？啊，男士买袜子不是白就黑，完了，就是基本上就一打一打的，俺家就那么买。你像咱们女的可能就是这个花色那个花色的。那我们从来没想过配套这件事啊。我家经常配套啊。俺家都过来人了，可以回去了吧？咱俩时间不早了，俺俩得回去了。今天好开心，又吃又喝。